咧迁移呀，境界呢嘛是不断伫咧变动。那么人生的境界呢，啊，悲喜参半，欢喜的是宁静的时间的气候，那悲的呢是人事。人世间啊，不断的在人事的中间，圆啊、欠啊，真的悲欢离合啊，都有啊。所以咱在佛法中啊，在咱的道场里，时时我都爱跟大家人讲，咱来。殷勤精进哦，咱的心境啊，要好好顾好一条。因为呢，人生是无常的，因为呢，环境是不断地咧千变，所以，敢若有一项，咱若顾会条，那叫做殷勤呐。这就是咱的慧命，慧命是隐形的，慧命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咱修行就是要修定的慧命因缘。昨日啊，以前咱讲过去十住行，那第五呢就是记住方便住。虽然咱在方便中啊，都无脱离真理哦，甚至咱的心啊，嘛都爱静心。咱的心啊，一念静啊。那咱都无有合理的偏差，咱若无合理的偏差呢？那咱的心甲佛的心就是同等，而且呢，咱这样就会当时时伫正道中。所以这个正主真重要吼。那即马今仔日再来讲第七啦，是不退主，不退主啊！这就是咱身心正定无有退缺，安尼叫做不退主啦。听人讲啊，人生是圆的呢，或者是亏欠的呢？这拢爱看咱啦，咱的生活安怎才叫做圆的呢？安怎才是叫做满足的呢？圆就是满足啦。人若有满足的心呢，这样这个人生都是圆的人生啦。人的心呐是无满足啦，永远都是欠。这叫做缺，这是亏欠的人生。所以这种社会遗憾嘛，人间的遗憾，拢是伫这种亏欠、含混、遗憾等等的代志，无法度呢，到个咱人生，伫要终止迄当阵，家己自认讲，
我已经真满足啊，哪怕是人生百回啊，咱嘛也会感觉讲唔甘啊，哪会我加几年啊？读书啊，我的师父，恁的师公，百回，一百空一回啦，咱满足的，咱无满足。咱也阁感觉到讲，这么好的人生，这对人人呢，在这个慧命道上，都有启发，都会使人成长。慧命应该会当，阁再留落来嘛，阁留落来嘛。不管是医生啊、护士、医疗团队啊，真真心。所有的地主群啊，都一个无尽期待呢，还要再延续落去。但是呢，人生啊，有色的辛苦总是有限啊，所以嘛是有一天啊，从安尼呢就。消失在人间啦，这就是咱人人呢感觉到真亏欠，咱也阁感觉无完整啊。这就是啊，有色的辛苦，但是心呢，咱既然知影，佛陀甲咱教育过去啊，佛陀嘛是献身啊。为咱说法啦，用心来甲咱教育啊，佛陀住世80年，啊，这是不是更搁较遗憾呢？现在佛陀呐，还搁伫咱的面前，唔知要偌好嘞啊！不过佛陀，伊就是献身来教育人间，好咱知影讲吼。人的寿命总是有限，每一个人的大限啊，到也时，总是爱离开。所以，咱唔通想讲啊，这是遗憾的啦，这叫做大自然的法则。对啊，人甲人的中间相处，都有安尼啦。所以要叫咱提起了爱满足的心，咱若以导师甲佛陀来比，咱导师呢还佫加20多年呢。那用安尼来比较，咱的心会感觉讲啊，应该满足啊啦。再来就是讲，咱既然有安尼，时时都有这个无常。好好咱做警惕，咱嘛定啊讲过去，到底是明仔载大乘教，或者是啊无上教呢？咱一当阵嘛应该知影讲啊，无上的人生啊，坏世间的时代啦，已经呢不断不断浮现出来。所以人人的心理啊，应该呢，爱定定有这种的警惕。对啊，8月初，我去大南，我看到一位师父的好弟子啊，特别来我的面头前，声音真洪亮，真乐。官就来跟我讲，去印尼回来啦。在印尼呢，看到咱的印尼的主祭人，迄份的精进啊，主祭在印尼带动了偌尼正大的希望啊。安尼跟我讲啊，讲真多伊的所见所闻，伊嘛讲应该爱国再发心。应该要用日日感恩心，
在迄个中间，伊有小可胃无好啊，啊看医生啊，哦胃溃疡啊，赶紧啊治疗啊，吃药啊。我也阁讲，无够，你爱阁再深入检查，检查啦，好亲像有一点啊怀疑。咱的林院长就甲讲，苏英啊，你爱搁再来追踪，我就讲爱听话哦。咱来甲医生配合，有怀疑，咱都爱赶紧追踪。啊，我的啊，八月中旬，伫大拿离开啦，到台北，我就接到电话啦。林院长跟我说，师父，洪志成师兄啊，检查起来无乐观。我听，我哪会要相信呢？一个是汗臭这么好啊，体格是这么的强壮，声音是这么的洪亮啊，胃出血已经好啊，就跟我说不是胃的问题，是肝的问题。肝若是现在发现到，赶紧啊追踪治疗。回答我的就是说不乐观，因为啊也发生的胃底非常难处理啊。我说开刀嘛，无偌久以前检查都无咧，即当阵啊发现着，应该无偌久嘛，开刀也难，栓塞呢无啥帮助，用什么方法治疗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位置困难，我就讲换肝呢，无乐观。每一句话呢，在电话中啊，听来呢，就已经有阿尼的宣布。从迄个时刻开始，真正心真痛。每一天，每一天都会浮现着伊遐尼种洪亮的声音，看到伊遐尼种乐观的笑容。从安尼开始，我当来华联啦，开始要阁了解伊到底是安怎。伊嘛是啊，一直真珍惜伊的性命。虽然平常时呢真乐观，看真会开，但是到家伫这个性命临头的时，这种是不是真正到终点呢？任何人都无希望放弃这个这好的人生啊！不管是家境，不管是车主，都拢这么这好，这么这优秀，尤其是呢，这群的主者菩萨还礼呀！甚至于国际救灾的代志，他真欢喜走。伊啊，已经呢，唔知走过几个国家啦。伊老过的卡架呢，实在是足多，应该讲起来是真亮丽人生啊。不过，伊走入组织。这段时间，我感觉是以最亮丽的人生。人生生命不是在长短啦，上重要就是在品质啦，生活的品质。在人生道上，第一要安分守己。那么第二呢？家
庭的责任，社会的责任。再来，有一个信仰的方向正确，走上了这个正确的道路呢，他会当通接受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圆满的人生。时间是长是短，这倒不是真重要。所以这段时间，虽然我的内心做得真正的明确的准备，不过还是一番的不舍，非常的不舍。人生是不是到在这个中间都要心放好真开阔呢？看到说他们真自在，真无风趣，真轻安，这样我会很安心的。我们有过了几位自亲的委员，或者是自相对，他知道生命的重点在哪里，接受了医疗的宣布，他心可以安住下来，甚至他可以当做他自己的决定，要怎样安排他的人生，最后呢，他的躯体呢，要怎来做利用，这些决定做好了，他会很安心的。我们已经看到几哪位，甚至亲像静容啊，等候师姐拢来啊，行到伊的身躯边，位伫伊的病床前，一个一个看，看，哦，拢到位啊，感恩哦，再见啊，就再见啦，人生总有一天啊。本来是真期待师父会当去看伊，师父嘛真期待去看伊，但是呢，实在代志真多，根本都袂走哩啦。所以，中昼电话来啦，我就甲伊个太太讲：“青英啊，咱拢真认输啊，师父无法度好去。”你敢无爱让伊回来啊？有啊，伊就是一直要回去啦，就是一直要回来，对啊。伫几工前，一直就是要回来舒服的身躯边啊，让伊回来啊啦。安尼讲了后，他就甲伊的师兄讲：是不是啊？回来去哦，要甲身躯呢奉献出来哦。甚至呢，本来要叫伊讲，啊，无去换官啦。不管是美国啊、日本啊，拢联络好势。但是呢，不管是美国、日本呢，都讲这种的换官是无偌久的时间，无把握啦，所以也无该真勉强。伊家己呢，伊嘛知影啊，换官的钱全咧关乎师傅啦。在六点外左右，伊呢就往生啦。相信伊已经等下伫师父的身躯边啦。各位，不退足，咱的道心唔通退啊！人生啊，总有圆啊，总有阔的时。咱啊，人人呢？把这个满足的心放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是有形无形啊，有形的一切的物质啊，咱拢总爱真满足；有形的身躯、岁数、年岁啦，这拢有形有通算的，时间总会过。有形的物质总会变，所以无管伊是长短，总有一天呢，
会消失去。咱上重要的，就看咱的道心是不是有点点保持着嘛？做人的规矩、家庭的责任、社会的奉献，这种投入信用了后，迄份的道心不变，这咱有做着无？相信这是上重要。信心正道，心爱实行伫菩萨道中，心呢，咱正中伫慧命里，唔通有亏欠，那安尼呢，叫做不退缩。不管是安怎，人生啊，你若透天啦，其实呢，就亲像天顶的流星安尼流掉，其实呢。咱那是菩萨道心嘛，才发生起来。人间呢，亮丽的星星又浮现出来了。因为呢，菩萨心起，菩萨心顿来，人间的菩萨呢，又搁在增加起来。所以，伫坏劫的时代啦，就有仙人出现的时代愈多。所以咱应该呢，是爱迎接着未来呢亮丽的人生，这就是咱大家啦爱期待。虽然是安怎的唔甘啊，总是呢，咱期待于未来，大家人爱将自我与他互相勉励，多用心。